时尚教主蓝心湄除了在节目中制造效果，私下个性也十分幽默。近日他就分享了自己在飞机上化身空姐的影片，让网友劝都笑翻。蓝心湄在文中透露，原本计划回西罗与老朋友见面，后来临时决定出国去。从照片中可以看见他身处阿联酋航空客机内，戴着红色帽子，换上空服员的制服，自然意外的合适，混入空姐群中也毫无违和感。此外，影片中的空姐还细心的帮蓝心湄戴上识别证、乔帽子。蓝心湄接着走进吧台内，拿起雪克杯假装摇饮料。耶、yeah? ，没有，我在录音。我已经进了，我已经进了，嗨。贴文引来不少网友笑称：“心湄姐太可爱了吧，这个造型真的很适合，果然是时尚教主，什么服装都能驾驭啊。”